我想到一个好方法，就是以后呢，我们只要在影片下面留言的，每个月有四支影片嘛，四支都留言就来抽奖，就随机赠送一把 AK 或 M4 给你。我的喵啥小啦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来到我们 Skin Club 的环节喽。那 Skin Club 呢，就是一个开箱网站，它可以在这边可以开到许许多多各式各样，只要是官方有的武器，这边都开得到。你可以在各大赛场上看到这个 Skin Club 的赞助啊，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会有这些不公平或者是一些大家担心的问题，都不用，因为它是一个公平公开的网站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安心的在这边抽箱子，它有许多的玩法，许多的箱子可以选择，抽纸的方式也有很多种，比如说有信用卡或银联卡、PayPal， 甚至是加密货币都可以哦。那也要记得你在储值的时候呢，也要输入我的代码，那我们代码会放在下方的那个资讯栏里面，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优惠。玩这个呢，大家也要注意一下，就是依照自己的能力下去玩就好了，千万不要上头。最近都有一些观众有来反馈啊，所以有在这个 Skin Club 上面抽到一些皮肤，那大家也不要上头，依照自己的能力下去玩就好了。 OK， 那我们就开始罗。最近蛮想要这一把的，这一把蛮帅的，拜托给我。咦，那把蛮帅的，那弯刀啊，新的刀子啊，最近这现在又有新的箱子了，代表说只要是 CS 更新，我们的 Skin Club 也会跟着更新啊。哎，手套 ，OK， 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想太多了，想太多了。想法很多，但没有抽到。为什么总是不给我呢？啊！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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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总会变成我们的资金啊！再等一下，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更大的钱，大家先不用着急。把新箱子全部都抽看看好了，看有没有觉得抽到好的。这个是几枚，这么便宜，这零点多的，应该不可能输钱了吧？再抽一个25块的。西西莫夫，金色法马士啊，再次，哦，手套，破缺点，为什么不给我？抽一个最贵的看看，看看里面有什么，哇，好好哦，不补了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这有点小贵哦。抽了有点心痛啊！刀子哎，霓虹骑士61，哇，小亏，这个可以玩很多次，一次5个，一次5个，一次5个，过瘾过瘾过瘾！来个大货吧，有吗？完啦，紫色的啊。剑之突袭，再次，我要去背头了。今天感觉也不是我的抽箱局。哎，为什么都要这样子滑过去呢？就这样子，就滚过去了。算了算了，背头背头是我的强项，背头是我的强项。又背头。打到赢为止，还行还行还行，各种格洛克哎，帮我输一个大的了吧，我输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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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输，这个好这个好，该来了吧，
这样下去我会输吧？不要，我就要输了。啊！完了。哎，小赢小赢，各种格洛克，赞赞赞赞赞赞赞。幸好幸好，有没有？我就说这我在我内行的、哦。这个开很多箱的感觉比较刺激啊，有的就一箱两箱那种，玩起来就不够爽。疯狂模式，输的赢。疯狂模式就是输的赢啊。加油加油加加油！哦，不要，太多了。喂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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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拉尾盘，真的。哦 ，nice nice nice nice。耶、yeah! ！赢喽！现在我们的 update 环节又来啦，升级贴纸，我个人是没有那么喜欢啦、啊，所以就拍死60%以上，冲！轻轻松松玩这个升级就是要60%以上啊！再来再来再来，再小升级一下，62先过先过，我们要的只是这里这个金额而已，不是这个东西啊！哎、欸，有点太小力咯，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，好、哦。这个赢了，我就来抽出来送给观众。那、啊、，nice nice nice， 可以可以可以。我想到一个好方法，就是以后呢，我们只要在影片下面留言的，每个月有4支影片吧，4支都留言就来抽奖，就随机赠送一把 AK 或 M4 给你。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，就是以后呢，就4支影片，你只要有留言按赞，然后就记得订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会抽出一个幸运的，每个月抽出一个，然后拿我们的 AK 或是 M4， 那 AWP 应该有机会，只要有如果我们有换到一些比较是那种零点几块的那种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拿来抽奖。那今天的 Skin Club 就到这边，感谢各位收看，那我们下次影片见了，拜拜。